地的媒体会渲染的非常多。没错，这个球票啊，梁思成体育馆呢，应该会非常难买。嗯，辽宁的球迷呢，就一直在这球大韩，大韩被晃着了，没晃太好的夹击选择。嗯，哎，李慕豪往下给，好球！哎，普希宁四五度的这个结合步，直接扔。嗯，到内线，李慕豪比大韩还是高，高是。走掩护的反侧，看何西宁的空位，有了。啊，我们说何西宁有41%的三分命中率，是一个挺稳定的点。啊，何西宁持球攻，这么远掏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准啊。嗯，何西宁这个赛季场均8.6分，那。辽宁队防守强度起来了啊，逼得非常凶，漂亮！卢一文还一个啊，卢一文是很能投的一个，很妙啊！咱们不是运动员，可能这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。一上来很兴奋啊，追防。哦，好球！何西宁这两个抛投啊，对，同样角度这抛投现在很有把握，建功里。哎呦，切走了！好球，打脚上了。这次是抢前伸手，何西宁，漂亮。48-42，郭指导请求了暂停。谁来去半场攻坚啊？当你命中率下降的时候，啊，拜克斯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好球，啊，拜克斯通过自己攻呢也能传球。对，啊，这是现在深圳队现在是啊第一线呢是反应过来，但哈德森回去了，哈德森没意识到马上的防守变化。漂亮，现在两个队开始对标。嗯，贺新宁也进三分，是上中程，这时候关键时刻上中程啊，效果怎么样？抛轻了，哎呦，这长传漂亮！啊，这谁传的？卢一文吧？给的，啊，是不是卢一文？外轮三分，这球被封到了，擦到指尖了。哎呦，还是分反击，三打一，传一个。现在真快！哎呦，该给神子杰的呀！漂亮，这球也可以啊！卢一文也打进了，那边换不了。看麦克斯怎么样？再挡一下，不投三分，往里走，分贺西宁。西宁。关键三分，哎呦，何西宁今天准了一整场啊！是何西宁今天真关键啊！我们看这个三分，一系列的何西宁的关键球，哇，现在只能夹击了，没法犯规，现在不能犯规。抛投还进，哎呦，何西宁立大功了啊！29分啊！何西宁今天打神了。我们恭喜深圳队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，他们在客场掀翻了辽宁，贺新宁当即首攻，而王建军指导在最后时刻的外援调整啊，也是为最后的这些戏码是加上了主角。那今天这场比赛深圳队的胜利终结了辽宁队本赛季的25连胜。如果你想让我陪你，就再次的让我成为你的唯一。